我确实没学过，爱像无心电波，这微妙的感受原来就是心动。你突然出现将我认知一一打破，你可爱的笑让我世界的分子的重构，意料之外的交错，计算不出的结果，遇见你的那刻心跳瞬间超负荷，我的心脏与你蹦蹦，心动的节奏蹦蹦，下一秒就要跳到外太空，我的心脏与你蹦蹦，无法自控的蹦蹦，就这样跌入爱的黑洞。 Oh I'm thinking of you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般散装的女人。你不要脸了，擅闯你厕所还敢骂我，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女人。你好吵啊，我劝你注意你的言辞，不要激怒我，否则我送你去开拓非洲市场。怎么今天长得好看的脑瓜都不咋好使？我看在颜值高的份上，今天就放你马。果然都只是肤浅的女人罢了，我已经听到了你心动的声音了。欲擒故纵，等一下，投币或刷卡。去流星出版社。没听说过，是哪一站？这里是10万，你的车被我承包了，让他们都下去，我现在要去流星出版社。这是公交车，属于国家交通管理局，以为是你家开的。那什么公交管理局我也承包了，条件你随便开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人使用假钞。叔叔对不起，那个他脑子有点病。咋的？你说你从这漫画走出来的？我要找到这本漫画的作者，现在带我去这个流星出版社。 cosplay 啊大哥，这都啥年代了，你别以为你长得还算有点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啊。我对帅哥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该死的女人，激怒我的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。现在，我宣布你是我的奴隶了，要一直跟着我，直到找到这个出版社。奴隶？还一直跟你走？
你知不知道限制人身自由是犯法的呀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……如果你想激怒我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成功了。激怒你？走，给我去派出所。你们要干嘛呀？白素姬，同名吗？精灵，我在呢。我想问你，发烧为什么会哭？发烧是疾病一种表现形式，严重的会造成酸中毒，影响血液循环，高热还会引起心跳过速，可能会引起心力衰竭，还会发生肺结核、风湿热、红斑狼疮等各种并发症。那会死吗？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，也许会有死亡的可能性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服用退烧药，并辅助物理降温，可使用降温贴或者用冷水浸湿毛巾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水，安雨峰，我不要你死掉。亲吻是可以治愈一切的，你马上就会好起来。心里全部占据。